Cheese。大家好，我是 Ryan 宝宝宝。现在在我的身后呢，就是整大群的人在韩国 Korea 这边。这个食物哦，是全韩国买不到的。来到韩国呢是没有买 SIM 卡，所以要怎么样的生活我也不知道。再加上今天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呢是山上哦哟，这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吧。我们有这一个访韩盛会，所以是一个很多人的聚会。现在的我们就是在机场这边陆陆续续等人出来，接着就要出去机场外面。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就是，现在无论我们去到哪一个国家，我们都不能够没有手机的。拜拜。拜拜。Take care 哈，要乖乖哈。好，挑战就对了。不要挑战哈，不要拿生命来开玩笑哈。拜拜。跟你讲哈。拜拜。哦，网络信号对很多人真的是不能磨灭、不能没有的一个事实。去那里大概十天。喂，拜。Kuala Lumpur to Korea。6:09的飞机从古晋飞过来，现在的时间已经是9:00了。我们飞到韩国的时候呢，就已经是明天的早上。好，来，让我们转个画面呢，就带大家进入这个旅程吧。Let's go。哇，我嗅到韩国的味道，哇，上黑油，baby。气象报告大概这边是17度、18度的，我们来走去外面看一下，大概温度是多少？哦，是有冷到哦，果然很冷。已经到了韩国机场这边，运气哟 ，check in。今天的你去哪里旅游？第一件事大家要做的应该就是找网路信号 SIM 卡。出事了，啊，又出现了。哦，来，今天从早上到现在的时间3:30是没有 WiFi 的。你看身边啊，来来去去一定是拿电话拍 story 拍 video 拍照的，走不掉。哎，现在的我就是已经没有网络信号了，让我们这一集呢就试试看过没有网络信号的日子。我们来到了여의도 Full Gospel Church。今天是礼拜天，刚好也是主日。哪一个是 black coffee 啊？100、200 order milk sugar black milk。哦，200韩币多少钱？那个马币应该快了。哎，不错了呀。补充一下。原来这边呢是全世界最大的教会啊，真的是能够来到这边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。大宝，哇，大姐，就给我们 earphone， 因为我们不会听韩国语，等一下我们也会有一个耳机，然后他也会给我们一个 transmitter， 能够听到中文的翻译，不错，很有水准。让我们来看看这边周围的环境。我的周围呢都有这一个声音，然后翻过来后面的话就是我们的座位。时间12:30，要找回自己的队伍。从刚才到现在啊，我没有用到我的电话，因为没有 internet。第一天韩国，啊，什么东西啊？那个石洞，你吃过啊？要拍我？这么，这么，今晚我们去转洞噻。
以前我曾经四个人进啊，现在我不知道能够带多两个人啊。在巴士里面都没有东西做，除了讲话，想要找 internet， 但是哦，没有信号，man，全部都 lock 掉了 ，lock。哎，不要被电话捆绑，对不对？林理事长，对不对？不要被电话捆绑，知道吗？好，我的不要被电话捆绑。第一站呢，就是要健身瘦身，来这边呢不用出很多的力了，随时改造一下就可以了。来，我们就请阿柱先进去。哇，我们走下去就对了。哇，韩国妹妹，你看到吗？国妹啊，难道是国妹？啊，哦。我们来到 Korean Restaurant， 哇，好精彩哦！哦哟，哇，这样大！150个人吃饭的情景就是这样子 ，check it out， 全部蓝衣军团，哟。完了，吃饱了，再走 ，Let's go， 有韩国字。我已经是最后一个了，再不走我就慢了。Let's go。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一个万国祷告山的 lobby， 很感恩的 lobby 这边有 internet， 有 WiFi， 人不用买也可以。现在连森林都有 WiFi， 哎呀，沙拉瓦的森林还没有 WiFi， 哎，沙拉瓦要加油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来，我惨了，我惨了。Story time。有。就是我们的卧房，我的 bed 斜放旁边 ，check it out， 我要睡哪里？哇，一二三，我，哎呦，不能，我睡你隔壁。现在的我呢，就好像活在一个冰营里面。除了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，还有我从古晋带来的一个食物，那个就是古晋呢带回来的 Mexican， check it out， 这个 Mexican 超过它的价钱，因为它坐两趟飞机，飞力包是价值哦超过20块以上了，所以20块有谁要买吗？没有，我老哎，下午餐 ，kimchi 虾米蒜啊，我也不懂。汤饭很多嘞，很丰富。明天更夸张。OK， 包括这边先，来我们去看一下。看一下哈。你不要拍我嘞，很黏啊。饿了，饿了，饿不出来啊。来，既然饿了，一下快点。原来这一个就是祷告洞了。现在我们要去就是12号的 check it out， 要体验一下在里面的感觉。开火吗？开火？不可以哦，烧火了这样。哎，那有个 switch 给你。这是按空气流通的啊。另外这。哦，锁匙要插。然后它就有灯。哦。然后那边有风扇，那个风扇。很好，我要好好花一点时间，好好的祷告。Check it out。现在是晚上的时间，9:30了。今天整天所穿的衣服呢，就是 Full Gospel Church。我们也是有收到的这一个30周年 Asian Christian Conference。最后一个晚上是在 Stadium， 哇哦，有一本书《传承与复兴》，Yoido， 就是刚才早上我们所去的那一本。穿起来好像交通部长的 shirt， 会发亮发亮的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是吗？是做这个的吗？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。Yeah!
面有压缩，其实就是这一些东西而已。基本上呢，从刚才早上我就给自己设一个目标，就是不要购买网络信号，然后不要 online。如今假设今天我们不带任何的手机或者是网络信号去旅游的话，你会做什么？可能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跟你身边的朋友一起聊聊天，甚至阅读。就算没有的话呢，你都会找事情想办法做一些有意义的事，对不对？老实说真的是有点难，因为就算你不要上 IG 都好，但是你也是得跟你的家人交代一声 WhatsApp， 或者是跟我的妹妹，因为我的妹妹现在她在中国，所以都用微信跟他们联系。要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你没有办法，但是很感恩的呢，来到韩国这一边还可以用到就是 Lobby 的 Internet， 基本上还是算不错的啦。已经是九点半了，还在犹豫要做什么东西，可能就是睡觉了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呢就拍到这一边了，我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，也不要忘记了点个赞，然后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频道。喵喵喵喵！哎，他今天没有准备。不要不要，不好吃不好吃，不要不要。OK， 不要讲那么多了啊，就是这样，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，拜拜。拜拜了，没有下一集了，这个，拜拜。今天请客拜拜了。OK， 这个是我们全古晋的知名刘德华，黑黑的叫。我来带，没想到跟你同一间。Please subscribe， 韩国之旅。Please subscribe， 这个麦基哥很显然的放一整天，24小时不会坏，可见他的技术放得很足够。然后我们也是有带了很多的泡面。